白文狼想去冲人，那被关羽直接来了，一个人把这边伙伴全部拦住。赵云跟进，两个残血回到视野，急忙抽退子。对，他其实就想交个二技能往后撤，看一下。而且九堂被拉到了，守约这一，但这波节奏来了，要动了。闪退加注，一套三级直接秒。没金草啊，小华也在，都没看到魔方的飞力值。瞬间就把他们咬了。开始转刀，再以这边马超作为跳板，大招咬到了一个阿布朵本体，大招投下去，是这一下小头转起来，全是满刀一维二救起来了，进入到了这里的一个三个人是压的一个一二是被三个，再接上门槛二技能一刀劈下去，这个阵势再来，抢完四之后看到你过来找我麻烦，大招七连刚好，二技能就预判在你的大招的后面上。哎，不过这蓝找到机会，如果大招再传，这里做好要强杀喷的准备，喷再换反想秀秀起来了。看到了，而这时候子贡感觉他要把自己大招交出来，都不一定能走掉。露娜这里给的平息惩戒，接一个被动，刚好贴到了脸拳，大招接着飞，月下无限连还继续跟，还在等一个二技能，想把这子贡聚在一个原地。
越来越大了。这边牛蛙闪，两个大招拍空了，一个关羽把他打的没输的环境。这样大招牛蛙闪再点空了。李白金、朱峰和一凯站着济南二刀不强，但是上路看青川大闪去打小宋，小宋直接传走，不给机会。是来晚了，是来支援的，差一点点将金羽这个蓝杀了。哎，上路留大招，那不然这里很危险，直接被大招蓝的大招扑过去。flap 又跑了。他们优先要控的东西，也赶在自己破小前，哎，这波技路线已经带好了，这一把火刀上路想飞人，看这装备啊，哦，拉一下他被塔打了一枪之后回头调两段，再给一下极限秒杀莫凡，但是无心，直接动作打一套半血，伤害其实还挺高，哎，能优先动这条路啊，大闪是吗？我也被偏断大了，直接被蓝推回来，吕布再跳一个大招闪现，跟过来有没有点想法？好，两个人中间吼过去，找一手中锋，但是被一星塔留住了，马上捅了一下。这边哎呦，一闪，他闪了，是秒杀，这边拿了个骂的，千层忙二技，完全命中了一个梦大闪，那个大招喷上去，回头给个大招，大闪，哎，他往前站啊。再看一下暴风刃闪一咬的一瞬间，这里肉特别是跳出来，还有谁是一百？成功，搞得被回约，没有回去，他怎么没有进圈？投出了两个前排，主要目标是打高地。牛魔大闪退和吕布大招都扑空了，开的都是龙。开风铃，成功一经常会还是想冲一波，看能不能冲个机会出来。艾斯他的闪现刚才已经是用掉了。